就是距离市中心五里河那里比较近，大约呢只有5-6公里的这个路程。所以的话呢，这边啊就是一块比较难得的一个城市实地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，也是一个杭州的西湖的西湖呢并称的一个山区的。仲飲宴啊，開會啊，百家樓。